阿东阿布叫美玉。进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Jesus。欢迎收看阿东阿布叫美玉。这个礼拜，全世界各国都在参加冰桶挑战，就是一个人把一桶冰水倒在自己的头上。我自己也被提名，不过我怕冷，所以不会做。可是我觉得好玩，看到吗？我要提名，在阿嘎，我要提名台湾队长，还有要提名阿西。阿东阿新闻，台北报道。很多人不知道我是新闻老师，那现在你知道吗？当外籍老师常常会遇到一些小问题，随身欺负我。老师你很老，老师你好像豆豆先生，靠好贱。不过这个算是小 case， 有一个问题让老师很害怕，让老师流汗，让老师想尖叫，就是随身沉默。我知道对你们来说不算问题，但是对西班牙人来说不说话会很尴尬，我们很害怕。在国外老师问随身问题，随身不回答只能代表随身的脑袋有问题。所以很多外籍老师会觉得台湾学生比较慢，不过在台湾不说话不回答老师的问题可能代表不懂事。一，在发呆。二，不知道怎么回答，不知道怎么回答。三，不太确定答案对不对，我不知道答案对不对。四，听不懂，王五在五在想别的事情，阿花最近都不鸟我哎。六，怕被其他的同学讨厌，我不敢回答。七，要低调。八，不喜欢老师，老师很烦哎。九，怕老师之后都点他，老师真的很烦哎。十，脑袋真的坏掉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跟你说，老师很难过。亲爱的学生，如果有一天因为难过而自杀，我一定会变成摩西娜来找你。老师，你不可以这样，我很怕鬼。KOBS， 老师什么意思？告我闭宿了。Jesus， 你都是在一个礼拜的哪一天拍影片？今天吧，你会念我的名字吗？会。Jesus， 你会唱 rap 吗？也会。我是路人，不要理我。Jesus， 你小时候第一次看卡通叫什么？无敌铁金刚。Jesus， 你的摄影师好吃吗？啊！Jesus， 你怎么念 IKEA？ 美国人都念 IKEA， 台湾人念 IKEA 居多。我是都念 IKEA 啦，我当然念 IKEA。如果 IKEA 不念 IKEA， 那什么公司叫 IKEA？ 问题：你会不会说话？第二个问题：有什么事情让你想说 KOPS？ 如果还没有订阅我们的节目，快就是订，订就是快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，请按赞了。请帮我跟你的外籍老师分享，在我的 FB 粉丝也发了我。下个礼拜见。阿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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